好啦，你按那个。那个启动。就是没有角是吧，但是也有角，有角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位置啊，就这个位置，就是这个角，就是这个角小、哦、这个角小，这个角大，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啊，不是这个地方，就是你把这个线这个水平通过这个线，你调一下顺序呗，换另一个行吗？怎么弄啊？换个行吗？那个边朝底。你看这个就这个跟这个，这个角度不一样。这个角度就是什么？啊，这个角度就是什么？